小三店起步，天花板全崩落来，电线落去，花卡嘛钻碎，玻璃门窗是碰到对面，起步的威力这么强，让附近的厝边头尾拢真惊吓。出来那个，那个玻璃都贵的啊，贵的拢是安尼吼，吓，都碰到几落呀？也阁有民众抓准讲是发生车祸。 别人以为是车子撞进来。洗衫店的装潢材料那个柜头卡，大部分的洗衫机嘛拢毁损。这是一间自助洗衫店，迄当阵一对少年阿伯要来洗衫，煞突然间发生爆炸，先生规身躯的衫裤拢破去，太太是着惊一直哀，消防队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。初步研判就是瓦斯外泄啊，这样子产生那个气爆。发现里面有瓦斯桶。 哎，这里面有，对，我们还在查明一下，做烘衣机使用。两个人送医急救，分别在面，也佮有脚手有力道的烧烫伤，面积拢在百分之十以下，无生命危险。这起爆炸嘛，代表着自助洗衫店的管理和安全出了问题。台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